拜神酸浇头，给它拆出来，用木螺丝啊，木螺丝，这种木螺丝，尖嘴螺丝，上去。把它固定住就好了哈，放进去。哎，这个盆这样子，我们这样放的，放这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可以调节它。哎，这里又涨起来了，开始了，来讲解一下，干嘛转一下？这里如果说这个方向那个的话，我们可以旋转的哈，把这里松掉。它这样子可以旋转的哈，这样子旋转好位置，把钢板转一下，这样胶头压到边了，你这样子旋转好位置就可以了，我固定住。把胶头固定住，胶头在头上正上方。